警察。 子言和美方撤退，动作快！快！ 是皮尤自杀。杜姐，杜姐，喂，给我！雪，叫伤什么样？杜姐，我没事。走，叫救护车。是。杜姐，已经通知了。送他们去医院。杜姐，里面有重要的通缉要犯。龙兴国跟赵淑安也在里面。我爸，我爸怎么会在里面？子言，接下来事情交给我们。 你就不要管。杜姐，可不可以让我今天跟我爸说句话？没有办法，我们必须要保护你的安全。他们不会对我开枪的，绝对不会。你爸肯定不会对你开枪的，旁边的人呢？那不一定啊。杜姐，从小我跟我爸就两个人一起相依为命，他是我唯一的亲人。就算他现在为非作歹，我也不希望看到他有个万一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能够劝他出来，也做到我一个 警察的义务，杜姐。
我不希望看到我爸死在我面前。我可以劝他出来的，我可以，请你相信我，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子燕，我答应你。不过，如果龙兴国继续对警方开枪的话，我是不会让你妨碍警方行动的。是，杜姐，谢谢。等下这里，走。龙兴国，龙兴国，我是龙子燕警官。你们现在已经全部被警方包围了，赶快放下你手边的武器出来投降，否则我们警方将会强力的攻坚。是大小姐，子燕怎么会来呢？是不是应该？不，王队，或许他没有听到，或许他还在犹豫，让我再跟他说。龙兴国，出来面对司法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抗争了。我们警方怎么行动？王队，如果我父亲再做任何无谓的挣扎的话，我会跟他同归于尽的。子燕，等一下，你让我试试看，让我试试看。龙兴国，龙子燕的脚已经被你们炸伤了，你还要你女儿去冒险吗？子燕受伤了，子燕受伤，子燕，
放开我！董事长，放开我！董事长，总要点注意。歹徒现在没有任何反应，你们从门包围，不要让他们跑，都走。董事长，放开我！她是我女儿，没有父亲可以伤害自己女儿的。董事长，可是他们是警察，你们统统走，统统走。周太，把钱给他们，让他回越南去。走啊！你们都走，统统走。嫂，水儿，你也走吧。不，董事长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。子燕如果没有在里面，今天的事情也就不会这样。警察的身份要求你们，希望你们放下手中的枪。上高，我押上车。
没错，涂树兰是我叫人杀的，林孝文也是我唆使叫人对付的。林志文是涂树兰叫人杀的，这个事情我完全不知道。至于建设公司的事情，我不会推脱，跟我没有关系。该说的，我都完全配合。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紫燕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他腿上的碎片已经拿出来了，没有伤到大动脉，不会影响到他以后的动作。王警官，你认识简敏华吗？你的通联记录显示啊。 之前你和他有联络过，你知道他是因为什么罪而入狱的？我想你不会不知道的。你和他是什么对价关系啊？杜良清，能说的我全说了。简敏华不能说的，我也不可能说。 说起来，幕后还有个主使者，千门八将，执政，你们都抓了，你们知道，这都是因为我们有家。如果我说出来，紫燕就会没命。我的话就到这里。 照你这么说，龙兴国和简敏华所说的那个时间很少的人，就是他们背后真正的老板。我也想应该是同一个人。梁琴啊，横向的据点解开看，看能不能把这个背后的藏经人找出来。是。啊，对，主任，龙兴国那想要见紫燕，我有答应他。 谢谢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现在才发现，当我面对自己父亲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有办法考上手铐。没经历过的人，他们是不会了解的。我也不想外人能体会我现在的心情，毕竟面对亲人犯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你现在应该怎么面对榕树？ 就全然与人生的课题了。杜姐，姐，你爸已经把案情都交代清楚了，所以你们可以见面。杜姐，谢谢。你们聊，我先出去。静玲，谢谢你这几天照顾紫燕。榕叔，在没有人理我的时候，是你收留了我。
你不要客气，你保重。伤口痛吗？心，心比较痛。爸爸做了最坏的榜样，我没有想到会伤害到我自己的女儿。一听到你受伤，我就很懊恼。我跟你一样，害怕伤害到对方。你是爸爸的好女儿，你并没有让我失望。你坚守了做警察的岗位，也没有因为我失去本分，让我觉得很骄傲。爸，对不起。你没有错，希望你能原谅爸。爸，你能够出来面对法律，我真的松了一口气。至少你不会死在警方的枪下，你还能有未来。虽然没有了事业，爸，可是你还有我，我会等你出来的。往后的日子，换我来照顾你。子嫣不但是一个好警察，也是一个好女儿。子嫣，爸爸会在里面好好反省，等我回来。请问怎样才能不恨？如果我坚强，如果我开朗晴朗，我像从前一样。我刷着睫毛，擦了唇膏，幻想佯装牵着你手，这些回忆都在笑。我想我丢掉手机，丢掉照片，丢掉过去，却丢不掉我美丽的梦境。我想开心，笑倒在你胸怀，跑着要你快追过来，小情小爱平凡。全是空白，相遇在海悠悠自在，像鹿奔跑那样自然。如果我的世界能重来，这梦境都会是现在。被告程志展，身为经建署署长，应以国家利益及人民福祉为重任，据其尸位素餐，罔顾住户权益及公共安全，收受贿赂而要求鉴定单位出具不实之鉴定报告，所为系犯贪污治罪条例第四条第一项第五款，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。
考量其受贿之金额，犯罪后誓词狡辩之态度，请量处有期徒刑12年，以示警惕。被告龙兴国，身为兴国建设公司负责人，非法禁锢外籍人士，以顺利经营有性交易之酒店，教唆杀害涂素兰，并欲嫁祸李孝文警官，未经许可持有枪炮弹药，且持枪弹攻击远景，请审酌其犯罪行为之危害性，合并判处有期徒刑30年。把这些药品带回去化验。是。妖婷，把我们带回去验尿。是。全部带走。是。走。走。所有嫌疑犯都已经验尿，尿液都有毒品的反应。什么毒品知道吗？可以辨识的就是安非他命、K 他命，还有其他一些药丸。杜警王队，透明包装里面的药物已经化验出来了，它的成分跟预言接近。预言。简敏华已经被抓了，现在还有人在制造预言。杜姐，里面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好像有吸食预言，很耐打。人呢？现在在侦讯室里面。怎么，小伟？
要正其方。根据你的供词，你说这个药是有人给你的，这个药是治疗什么的？我的眼睛常常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，也会常常看到我的前女朋友。现在好像看见他了，我现在好像看到他了。他说吃了这个药，头就不会再痛了，就不会有幻觉了。你说的这个他是谁啊？怎么联络？我刚刚已经跟警官警讲过了，他叫我搞通电话联络的。这个人叫黑红，他有吸毒贩毒的嫌疑。谢谢。有办法联络到这个人？小伟。现在要见我？你说西餐厅就西餐厅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马上给我到夜市的老地方等我，就这样。干嘛从侦讯室出来到现在一直听着郑启芳他的公司啊？没有啦，就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你应该认识对不对？我是看到资料才知道你们是同一个大学还是同一个科系的。我跟他不仅仅是同学，我们两个还在一起过，但是。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当年他没有考上司法人员跟律师，整个人就变得很沮丧。现在再看到他，我真的都快认不出来他是谁了。我只猜到你们认识，我还不知道你们在一起过。你觉得他说的供词可以采信吗？不知道，他好像幻觉很严重。好吧，先吃个东西吧，让老师放空一下再说。好，吃东西可以。
情吗？你听过一句话叫饭饱人呆啊。走吧。知道我们是在地检署工作，照着做就对了啊。谢谢啊，下次再来。哎，羊肉串姐，陪我喝酒嘛，一个人好无聊哦。明智弟弟喝醉了啦。下来的，会有电脑的手是你摸的、哦。要摸我去酒店摸。哎呦，阿兄，不要这样啦！他年纪小，又一个人从南部上来，朋友又不多，他今天是喝醉了。不是啊，慧姐，他每次来都讲一些喜欢你的话。我都不在意，你在意什么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喝酒喝酒，不好意思哦，大家尽量用哦。好，这最后一杯，喝完待会去厕所洗把脸。不要醉了，回不了家了，快去。今天菜的味道还好吗？好棒哦，慧姐，喜欢就下次常来哦。好，还有我的酒。欢迎光临。哎，请坐。啊，工程师，我还以为你没有女朋友。怎么看起来像我女朋友是不是？嗯，不像，除非你只是玩一玩。不是啦，我们是同事。哦，女工程师啊。嗯，对。你们都好优秀哦。对了，我们店里也没有菜单，想吃什么你就点。那如果我等下点的东西你们没有怎么办？啊，那就麻烦你下次再来咯，只要你常来，我们都会特地为你准备。哎，小文，你可以试一下店长的孜然烤羊肉啊，赞啊。好啊，那我试试看。烤羊肉两份。OK， 老板，我要请酒。两瓶清酒。哎，我喝酒。我请客。他心情不好，是男人啊，就陪他喝。我脸有这么臭吗？从你进门就没看你笑过啊。坐一下，烤羊肉马上来。想看我啊？好了好了，陪你喝就是了嘛。郑启芳在分手的时候是不是分得不大开心啊？因为我看你每次看他的时候还是蛮愧疚的。其实当年是我先变心，先喜欢上别人，所以才跟他分手。这样子啊？自从那之后他整个就变得自暴自弃，所以我一直在想他会吸毒，到底是不是我害的？当然不是。如果因为你离开他就自暴自弃，那就证明啊，你当初离开他是对的。可是如果不是我，他现在搞不好已经是律师或是检察官了。唉，感情这种事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你能怎么办？总不能因为这样就要对他负责一辈子啊。我知道这个道理啦，不过
不过感情这种东西，有时候的确是会毁掉一个人。阿妹，你要聊一下去洗手间。好啊。我找那小组织跟你联络嘛。烦啊。帅哥。最近好久没看到你了，在忙什么？我之前去资讯所报名上课，现在已经找到工作了，真是多亏你的建议。来来，我请你喝一杯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就继续努力，好好保持下去，好不好？好，谢了，谢了，谢了，谢谢。对不起，您拨的号码现在没有回应。这个人叫黑红，他有吸毒贩毒的前科。被跟监了，家人说失联很久了，他要住的地方。杜姐，根据他生前的通联发报地点，我们已经锁定，不过我不确定是不是他住的地方，这是他的资料。好，我会申请搜索票。地方没错哦。杜姐，一个男孩子住的地方会这么干净，你会不会觉得不太合理啊？可能有个同居人什么的吧。你去看一下丽珍收到什么吧。肚子也小孩几个月了，六个多月了。六个多月啊，哇，真好啊，恭喜啊！谢谢。杜先生，我们车来了，要不送你一程？哦，不用，你忙吧，谢了。啊，杜先生，你看洪先生都要当爸爸了，你还不结婚啊？有对象吧？有机会一定要有对象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先去上班啊。经理啊。待会看完妇产科就直接回来，不用到店里。没关系啦，我可以去店里帮忙啊。你大肚子了，不方便啊，好好在家休息。昨天我买的婴儿书要直接看吗？好。小王啊，待会直接送他来回来，不用到店里了。好。来，小心。好了。拜拜。清汤跟鱼翅，等会儿带我去拿，送去店里给先生喝。是。
班长。走。看景点，戴面具。我太太现在在里面生死不明，我真的没有心情接受你们讯问了。洪先生，我们能够体谅你的心情，我们也希望洪太太能够赶快复原，只是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。医生，我太太现在怎么样？洪太太现在没事，不过肚子里面的孩子保不住。对不起。怎么可能？不是这样的。我先回现场，等到洪先生能够接受讯问的时候再通知我。好。医生说，只有采集到柜台，还有保险库，其余没有。还有呢？歹徒拿了钥匙之后就冲去金库，其他地方都没有去。辖区的远景啊，已经调阅监视器，还有据报，歹徒都使用的车辆是失窃车。喂，陆姐，嘿，我们在另外一个案发现场。啊？主任要我去报告昨天毒品的案子。好，我马上回去报告。嗯，好。平静的银楼被抢，他妻子受伤。刚发生的事。怎么这样？早上还跟他们夫妇俩打招呼呢。陈七状况怎么样？
小孩子没有保住。在哪家医院？康宁医院。怎么发生这种事情？把查到的证物给我，我看能不能帮上手。店里面的录影带已经扣笔一份了，晚点给杜姐看。嗯，谢了。杨姐。你楼小曼掌握对象了？报告主任，现在还在搜证当中，等证物齐全了，我们再跟主任报告。那昨天晚上的爆炸案有进度吗？报告主任，昨晚爆炸车辆的火药已经化验出来了，是属于三硝基本分的炸药。被引爆的雷管则是藏在车门的开关处，这绝对是受过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所为。专业人士？那死者的通联记录呢？因为死者的手机在爆炸中受损了，不过我们已经尽力在恢复 SIM 卡的功能，但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它。那他交往的对象？这个警方还在顾虑当中。他的住处被搜索的时候，发现他的住处疑似被人家处理过，没有搜到任何的东西。没有任何的违禁品吗？都没有。对，这个类似预言的药物应该是有人在做实验，然后提供给需要的人。所以你记不记得简敏华跟龙兴谷他们都说过同样的一句话，就是他的时间快到了。我想应该是跟这个他有关系。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那个他是谁。电话最后一通英文出来了，被网友告诉他正在被人家跟监。所以连你们都被发现了？我想是的，而且对方应该很清楚我们警方的行动内容还有跟监方式。我已经请他们去查打电话的人是谁了，但是这个电话号码的主人说他从来没有申请过这样的号码，所以他的身份证应该是被盗用。把那个叫黑猴的背景调查清楚，把他们的对价关系连接起来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向上追查。是。快点啊，把车车好，快点。有没有东西留在车上？没有。没有。多忍耐一下，过两天就有钱拿了。洪生杰，你们俩嘴巴给我闭紧一点，是不是？知道了，大哥。走。走。准备尽快处理，尽快给你们一个交代。是不是已经掌握到那些歹徒了？也不是啊，是这样子啊。你们店里平常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在出入，或者是你们最近没有跟谁有口角、起纠纷之类的？我们平常不是在家里就在店里，也没跟任何人有什么争执啊。这跟案情有什么关联吗？没有，我是在找一个调查的方向。真是的，我爸妈才刚出国就发生这种事情。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讲，说今天被抢了，我和我太太也种下了一些阴霾。对了，那些歹徒如果再来的话怎么办？哦，你们可以放心，我们警方已经加派人手在附近巡逻了。不用担心啊，那我们先离开，不打扰洪太太休息。谢谢你，还这么客气送花过来。
那我们先离开，啊，你们好好保重。平静，我想先躺一下，你先回去店里吧。嗯，先休息。抓到了哈，就应该能判死刑。希望终于他们调的监视录影画面能够对案情有帮助啊。就强案的部分还好，交给雪莉去办。我比较纳闷的是，这个恶搞的上游断了线，我真的很怀疑。可见着这个恶搞，他应该24小时都是被监视着，所以才这么巧。他一上车，车子就爆炸了。太懂你的意思。你想想，如果恶搞的车子真的会爆炸的话，应该会在我们抓到正旗犯之前，车子就会爆。可是偏偏就是这么巧，他们破获了公寮，把恶搞引诱出来的时候，车子才爆炸。哦，所以也就是说，案发后他们就杀人灭口了。我是这么推论。那你觉得正旗犯有没有说实话？我是在想，他是不是吃了药之后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想应该不会吧。要不然我来问问看他，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很清醒了。我了解他，认识他，他有没有说谎，我很清楚。画面发现歹徒将作案的车辆开到这山区，当地的辖区员警在这边找了车子。有通知地震他们来了吗？有，在路上。先封锁现场，等监视组的人来，以免破坏地上的脚印。我现在分派任务，钟林，你跟秦文留在这边，还有通知在医院的美方到事情大等我。了解。廖婷，你跟舒瑶继续追查黑猴的背景，主任很关心这个案子。是，是我们分散行动。校长。该说我已经说了，你要问什么，我说的还是一样。郑启芳。郑启芳，你把你的头抬起来，看看我是谁？我是谁？你是你吗？我叫庄小文，那你想不起来了吗？庄小文，为什么歹徒他并没有一进来就打破柜台的玻璃墙里面的金饰，而是直接到金库去？只是向前走。你王八蛋，他把你抢劫又抢劫，干嘛伤害珍妮？你抓下孩子都没有了吗？你知不知道？谁在你老婆那时候跑出来？我赌这未来啊，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。带阳光告诉自己，身在何方？要这样。杨东明他很听你的话，那他那边你就用点心思吧。好的，我知道。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，搞不好我很快就可以想起来哦。有话好好说嘛，不要像那几个阿蛇一样这样凶巴巴的。你这么凶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。如果你可以提供正确的消息，我可以考虑跟你吃饭。文姐，那你有男朋友吗？你说呢？那我可以追你吗？
慧文姐，这个送你，我是认真的。像那双铁打的翅膀，展示我。